炫的海报拍摄背后，张哲瀚是这样的：画什么？画是什么？你再给你们来一个，来，来。看衣服，谁看谁说。拍照时的龚俊像极了听话的小学生，当摄影老师说这样拍很好时，哎，你可以稍微靠一点点，就轻轻的靠就好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好 ，OK。对的，对，晃的，对，挺好。长帅，再来。当摄影老师说可以休息时，好，休息一下，我看看啊。OK。OK。小点儿来。OK， 谢谢。辛苦，没了吧？可以了，对吧？来，先下。所以要干嘛？回去吗？当摄影老师说拍摄结束时，酷炫的海报拍摄背后，张哲瀚是这样的：画什么？画是什么？你再给你们来一个，来，来。你怎么一直都很漂亮？我在看衣服，谁看谁说。